主料：猪小肘肉200克，芹菜1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料酒、大蒜、红椒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芹菜、红椒准备好，猪小肘改刀一下，芹菜用开水焯一下，捞出控干。热多少量的油，放入蒜末、芹菜、红椒煸炒，放入猪小肘肉，放入适量的料酒盐，翻炒均匀。好了，上桌了。烹饪技巧：加入一点蒜末，味道很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